觉得他最经典的表情，因为他撒娇很可爱。没有人逃过川渝男人，认证吗？认证呀，川渝就是一个出帅哥的地儿啊。好多帅哥，王俊凯啊，吴磊啊，那个啊，叫、啊、张延奇，哎 ，Bridge 对吧？当然还有王鹤棣。有意识到自己变小兰花之后，瞬间升 key 吗？本座乃不死之身。我那是在帮你挽回形象。有意识到。去演女生的时候，就是声音上其实就会去做一些声key的处理，但后来就发现这个方法很容易笑场。我记得一开始我说那句我怎么变成男人的声音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星星的一顿大笑。能再还原一下让他笑爆的那句台词？我怎么变成男人的声音啊？你现在让我在这儿就是做到那种程度，也有点难为情。对对对。在剧中变成小兰花之后，你势必要模仿小兰花也好，刘诗诗也好，所以你有干扰刘诗诗平时有什么小习惯，你刻意有模仿？我觉得戏里面一些嘟嘴的呀、提裙子啊这些，从星星那儿、从小兰花那儿观察到的，用到了自己演小兰花时候的这些动作。你看，你再看星星给你演一个，你看啊，来啊，闭嘴！啊，你知道吗？他是这样背，闭嘴！你就不怕我？给的不够呀！那你得有那股气呀、啊嗯！闭嘴！因为你就是害怕，我一看不就害怕吗？模仿一个他最经典的表情，因为他撒娇很可爱。他一般这样撅嘴是因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没有一个特定的情绪他会撅嘴，就是想做表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些表情出现。我说他想找你办事儿了，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最近在微博以本座自居，享受到哪些优待？享受到了大家对东方青苍的认可和喜爱，每天能看到很多人强子。然后为什么用本座自居呢？因为我是觉得大家近期都在追剧，然后我自己也在追剧，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和我自己有一个沉浸式的追剧体验感，所以在微博上就会常常用本座来说这些话。那最近听到让你最震惊的一个大家的反应，朋友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就是拿手来就是贴额头那种，会玩这种很中二的事儿。谁？月族的那几个小伙伴，我们私下玩的时候也会这么玩啊。你觉得到底是爽在大家行礼，还是爽在给你行礼的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哎，都有哎，本身也很爽，然后跟我行礼也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变得更爽了。再一个比较哈，那是大家臣服你更爽，还是现场脱衣一片生活一片蛙声更爽？都好像挺爽的哈。那希望大家迷恋你的颜值，迷恋你的肉体。颜值和肉体有什么区别？颜值就是脸，但脸不也是肉体的一部分吗？这个得都有吧，都有。拍摄那个脱衣服那场戏的时候，特意做什么准备？就现场做俯卧撑、充血嘛。做了多少不记得了，反正前前后后还做了十多分钟的。上期来宾张星虫就说，男生之间会比身材，然后还会互相摸胸，说哎你的胸不错，你们会吗？我们会互相打。就是试试你这个肌肉质量怎么样，就扛不扛造那种，就是我们会互相打肱二头肌啊，胸肌有时候也会就是这种，就男生之间好像真的是有这种要卷的这种心态啊。就如果我要这会儿看到谁发朋友圈是在健身房的照片，那我立马下班就会去健身房啊。Yeah。都说王鹤棣年纪不大，经历不少，目前为止最让你刻烟吸肺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我每个阶段的每个我都让我挺引以为傲的啊！我觉得能让我引以为傲的永远只有下一个我啊！那看到大家又把你就是在考古你很多年以前的一些，比如说直播呀，然后你的那个招生海报呀，然后军训那些事情的时候，你那些是说大家别再往下挖了，还是说哎回去看还挺着？
我回去看，虽然也没有到骄傲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然后当下的每一个我，其实都是真实的我嘛，所以这些东西能给大家带来欢笑，我是觉得是其实还是挺 OK 的。虽然现在想想是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一件欢乐的事情，但你想想我在学校的时候，学校门口天天挂着我那么大一张照片，我当时不骄傲吗？对吧？你回到当时看这件事情，确实还是一件挺厉害的事情的。那老师你怎么从众人当中？我记得就是当时学校有什么就是那种比赛之类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我们班主任就让我去了，我就去了。是的，去了然后就拿了个冠军。南墙挖掘机日常吵架，两人私下相处模式时，其实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啊，我都不记得了，不看那个花絮我都不记得有这事儿了。就情况还是比较危险，就是因为他拽着我的头套在头的那贼疼。叫奶奶呀，我看你也有就是用屁股把他顶出去。对，我们俩日常相处就是这种喜欢互怼，喜欢开玩笑，然后就也有认真的一面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这种互相让彼此能够更放松更欢快的氛围去面对工作，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啊。没有，于老师没有可控诉的，于老师完美，是因为不敢还是？没有不敢，就是事实，因为前半年也学了那个于老师的这个女团舞嘛，他有就是私下给你指点一下，就是发了他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视频嘛，就是发的视频就是教学的全部过程，对，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全靠我自己悟，所以初次的这种师傅自知的感受。开发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部位的新的领域，就是胯。这女团舞真的就是很多动作什么都需要用胯来带动，那几天练舞真的是只扭完了很这辈子都没扭过的胯。同事有爆料说你在这里特别能吃，而且越吃越瘦，然后但是你也有在采访中爆料过就是于老师特别能吃，那你们到底谁是这个干饭王？其实干饭王硬要算还是要算我吧。吃的最巅峰的时候你可能吃了多少东西一顿？就不带停，我就可以从一个席的开始吃到那个席结束。会尴尬吗？不会，比如开机宴这种情况下互相碰杯啊，这种时候我都是礼貌性的来了一轮过后，我就从头坐到尾，在那儿吃到尾。然后因为直播的时候于书欣有说咱们大群建，所以咱们苍兰诀到底有多少个大小群？我目前在的有个三四个吧，成员有谁？那我不说，那我说了，那就等于更出卖了一些小群的兄弟们了。对，如果硬要透露一个的话，那就是月族有一个单独的月族的群。好的话，立刻加过来。哼，哭戏入戏太深，无法出戏。苍兰诀是目前为止最无法出戏的一部剧吗？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最无法出戏的戏。就确实苍兰诀里面有很多讨论关于情感上的这种戏，演员需要我们去把自己放到一个很深刻很沉的一个状态去呈现角色的这种悲伤，在之前的角色里面也有体会到过，但确实不得不说苍兰诀这个让我的感觉是会更深刻一些和更难忘一些吧。和小兰花生离死别那场戏是带入了哪些情绪进去？其实我就是让自己沉浸下来很久，然后让自己安静下来很久，会有一些音乐上的辅助，就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在现场大喊，开拍前喊了几嗓子，就让自己内心的那种节奏啊、呼吸啊，就这种东西能快速的带入到里面，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啊。是和傅尊生离死别的那一场戏发达了泪点呢？那就你个人的带入而言，哪场可能更撕心裂肺一点，哪场更消耗一点？我觉得不一样，就是跟傅尊那场戏的话，我觉得像反而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可以理解为破碎的美好吧。当他再次能见到他傅尊的时候，其实两人是在解开矛盾解开误会，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美感的一件事情。因为小男孩那场戏是在事情的当下，你的心爱之人在你的怀里消失，我觉得这个的冲击力会更大，会比傅尊那个大特别特别多啊。其实当时他也是一个就是也挺沉浸在那个环境下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彼此首先会互相安静一会儿，他心情可能是会比我就这种状态会好快很多，他会过来给我拍 vlog。
回应网友辣评，王鹤棣演技进步像是被夺舍，是不是拿了什么娱乐性重生剧本？挺开心的，但这位朋友这个剧本要去哪儿领？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去领一下。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次被大家的认可，自己会感觉到很开心，因为有之前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然后让大家不满意也好啊，达不到大家的观影标准也好啊，所以其实一开始播的时候我还是挺忐忑的，但是到《苍兰诀》播出到今天，我觉得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也特别开心。所以他那个上线的链接，你可能第一个发给的人是谁？朋友圈。写的什么文案？我好像发的就是8月7号感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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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分别下了哪些苦？我看了很多雄狮的视频，导演的当时给我提的一些想法，我还看了那个安心大朱莉的那个沉睡魔咒，然后也会在家里面听一些很多很暗黑风格的一些去照镜子去练习表情眼神这种，就当我穿上东方青苍衣服的时候，时刻在紧绷那根弦，紧绷告诉自己此刻我是月尊，我这个仪态要是这个样子。对，有什么是你特别你拧巴的小奢侈？两个嘴里面包两颗那个樱桃，那个看完过感觉效果还挺不错的。哎，那个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临时的一个设计，就是道具当时给了我一碟樱桃，说一会儿可以吃，就边吃边对戏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这个东西啊。想对去年说弟弟对不起，我去年对你说话太大声了的真香网友说什么？就是感谢大家支持苍兰诀啊。对，也没有说哎你们去年演过什么这个对高他对。不会，我觉得就这帮人是其实是督促我进步的人，我就跟弹簧嘛，就压得越低我可以弹得越高。假如说确实有些人可能会对王鹤棣有一点点刻板印象嘛，你会想要怎么试图挽回这一波的观众？就是推荐他看苍兰诀吧，我觉得评价之前好歹咱先看看，对吧，也不能完全没看过就开始评价，看过了咱评价有什么意见什么的我听我去吸收，对，但是如果没看过去评价的话，那这个我确实也是没有办法去听取。前几天就是王鹤棣去年国欧丑男，今年国欧美男这样一个比较犀利的词上了热搜了，在实现这种演技的大反转，你觉得原因是什么？首先我得感谢说我是古装丑男的朋友，就是如果没有他们的点评，没有他们的这个批评的话，能让我尽快的发现我的问题是在哪儿吧。然后我觉得苍兰诀的一个成功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觉得是整个剧组导演我的对手还有剧组的摄影老师灯光老师每一个部门的老师们剧组全组人的一个心血，自己也是对得起了一下自己，对得起他们大家这样辛苦的付出的。只是